不扎稳。小鸡鸡，小鸡鸡对吧？哦，早安，早安，我是娃娃梨，然后我是。早起的查米，我们特别挑一个目光的时间来到我们熟悉的菜园。那今天我们不是来打头杀的，我们今天目标是来挑战。你知道吗？男人就是要追求更大的事物，更大的。不是这个东西，而且已经在碧潭钓到鲤鱼了。再往上一个阶级带就是草鱼啦，但是希望能直接挑到五六啦，这有点难。那就让我们来 go。其实我们上次已经来挑战过一次了，对，那一次其实已经有成功挑战过一次草鱼，只是上次是一只小草鱼。那我这次就是一样的，整个给戏什么都是用一模一样来试试看会不会有比较大的草鱼。那关于上次的小草鱼的部分呢，可以看。不是啊，对，应该是草鱼，应该是草鱼。哦，不扎稳，先冲。小草来了，来了，好的，呀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撑到了，哦，这次不知道几公分呢？啊，先拔一下好了，来，哦，女子打人棒，好，我们解构还要量，我们刚好有带那个托马斯。Thomas 的，我是卷仔，对，刚好淡水的，对，对，淡水刚刚好。好，我们来量量看他的 size， 60的小朋友，60，耶，的爸，碎啦，爸，挑战成功，对啊，是哦，这大完美完美完美，小草鱼，对，好，我们把它放回去啊，来，来，乖乖哦，是有点累的。他可能有点累的，刚刚休息一下。那你是有点冷。然后我今天用的装备配置是这样子，大概是就是这些东西，然后差不多是这个位置。我们标准就是前面的这个树，这里是风水宝地。那各位钓草鱼要记得要带四手绳，怕鱼太大的时候你 hold 不住的时候，你说杆或线会出事，所以记得要带四手绳。重要啊，重要啊，重要啊！哦，哦，小罗汉，啊，拜拜。什么东西？小鸡鸡一只，小鸡鸡，小鸡鸡对吧？爸，小鸡鸡，对啊，还蛮不错的鲫鱼啊，这个 size 还算不错的。小鸡鸡喂，好了，放下去吧。太酷了！我们现在的小黑是第一名，他嘴巴叼了一个五锅鱼，现在不知道去哪里，我都放在这边，肚子饿的人可以去吃。哎、欸，不小只呢。现在这里来了一只新的小狗狗，然后。就可以看到对面的狗狗，
现在发生了警戒，他们现在在对峙中。到底能不能成为一家人呢？丢到你眼前啊，草鱼哈、啊，要咬趁现在啊，要丢到你家里面了。哦，哦，来喽来喽，哎、欸，来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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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他钻进去了，靠背，出来，靠飞，断线了！他往里面钻啦！闪念，真的闪念啊！好可惜哦。可是线是用几号的、啊？六号尼龙配五号卡梦。哇，这样都断掉，看来那只超大的嘞！好可惜哦！哇，好想要拼个记录鱼了。好吧，没关系啊，反正。近嘛，随时可以来挑战。对，好，这影片到这边结束哦。OK， 拜。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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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